疫情期间呢、啊，大家能够多吃素。对。然后我们才龙井汉团赶过来，谢谢，一定要来复职的啦。客人一个接着一个来，老板娘许丽珍越忙越欢喜。每次吃素觉得身体很舒服，我能煮到好吃的东西给别人吃的时候，我看人家吃得很开心的时候，其实我很开心。色香味俱全，没有负担，没压力。美味来自用心。许丽珍是慈济志工，对烹饪很有兴趣，香鸡功力深厚。先生是退休警察，在警界服务将近30年。夫妻同行菩萨道，由荤转素。也是在服务大家了，是在利益众生嘛。哪个阶段哦，哪个角色，我们都把它做得好。女婿跟女儿都在做素食，我就来过来帮忙啊。我负责剪菜、洗菜。疫情期间发挥善力量，我觉得我们应该为这个社会尽一份心力。今天的一日所得，就捐给那个全球共善，为众生祈福，抛砖引玉，行善造福。大爱新闻过年，欧阳光辉、钟碧香，台中报道。